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月2号、3号、4号以及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这是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们。如果前一阵子身体有一些状况的话呢，能够恢复健康，心情也越来越开朗了。狮子座的朋友们有机会朝着自己的梦想可以勇敢的迈进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多年的恋情来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时刻，可以好好的把握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摩羯座的朋友们，可能生活有点沉闷，需要找到生活当中的乐趣。天秤座的朋友们，一些既定的目标受到了阻挠，可能要这个再观察一下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咖啡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白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灰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绿色。